真系到我三十岁咯。而我由细到大都相信，只要到咗三十岁咧，有啲嘢我就会知噶啦，有啲嘢我就会做到噶啦。咁我就一定要把握喺我三十岁之前，尽情咁去学，同埋要做一啲我唔理其他人催我赶我，我都要跟翻我自己一脚步去长大。其实我每一次讲我的唱片，我都会讲嘅，就系我好想做音乐嘅人又好，或者你想去发展一啲乜嘢嘅 project 都好，你一定要明白。你要一件事成功是一定是关你身边的人事的，你是可以自己要冲出来的，那自己有那个勇气是真的，你都要亲力亲为，亦都是真的，但是这个世界真的不是得你的，因为是有很多人帮你。而我自己学得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你要珍惜身边的人怎样付出，还有你先懂欣赏他们的才华，你才可以去跟大家合作，才可以用到他的才华去令到你变得更加好。我是一定一定不会被我爸妈离开我身边的，所以呢，而我的职业呢，就是我又不可以令自己手停口停，所以我就是首先要赚一大嚿钱先，然后我要那嚿钱大到可以令到我阿爸阿妈需要我在他身边照顾他的时候，我是可以寸步不离，我是可以在屋企有晒所有配套，而我完全不做嘢，我的财政都没问题。咁呢个当然要同我哥商量，即係因为我哋两兄妹都一起去諗下屋企跟住係點樣。所以我搵嘅钱，即係除咗去 support 我自己嘅生意之外，我仲要諗埋呢啲未来嘅嘢囉。咁呢个係我一路都喺个脑里面，係我人生计划嘅一个重要部分。